经华人班授课。同修阿弥陀佛，我们继续来讲易经。易经的范围包括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像我们这病咳嗽的病呢，有两种现象，一个是干咳，一个湿咳啊，干咳和冷咳了。干咳的话要先从吃胃药，干咳很快就好。干咳如果冷的咳嗽呢，冷咳呢，吃什么呢？两种。如果我们初婚的，你吃这个烧鸡酒啊，鸡酒就给酒啊，给酒啊，那个差不多煮过停了一次，然后再煮，那个是又吃了，能咳，很快就好，不然就 XO 合理有效。这个我这有一次啊，我们台中有大东纺织公司啊，三老板也是我们师兄嘛，在香港。咳了半死哦，那不知道怎么办哦，三更半夜打电话给我，那好了，我就请示老祖了，老祖啊，开示，马上到楼下吧台的喝一杯 XO 就好了，他真的有效，你老祖讲了，你就这样了，不要怀疑啊，他就赶快到楼下吧台了，先买个 XO。他喝了那天晚上就好睡，啊就没有咳，第二天就好了，第三天就好了 ，XO。啊回来呢，啊这个事情啊，谢谢老祖，谢谢师父，哦我咳了要打针都没有效，你这 XO 喝了就好，真的喝下去 XO 就好了。啊以后呢，碰到能咳了有痰的，咳痰了。我就叫喝 XO， 十个九个好，一个不好那个他没有喝。啊，这个我印证这么多年了 XO。哎呀，我们元孝老师、元孝法师，他以前的咳痰的很多，后来我们叫阿花师兄啊，阿花师姐，你煮这个这个鸡酒给他喝。他常年累月积下来的，从小时候就积下来的。他说我出事了，我说你命都不要，还出什么事？命要紧。哦，所以煮了鸡酒了，好喝吃了，第二天早上就开了。我说你联系请阿花师兄师姐煮给你吃，拜托他说买机器给他，或者钱贴给他。身体健康就胖起来了，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都免谈。那么鸡酒有痰的，那么的 XO， 嘿嘿，我有一次也谈了很多很多嘛，我家里人家送了一瓶 XO， 我又舍不得开，好看那么好，后来想想还是命要紧，开了倒了一杯，到现在还七八年都没有再喝。啊，那但是那一瓶我喝了，那天晚上就好睡。师母有时也有一次也咳得很严重，我他就送 XO 来喝了也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好多师兄师姐，
好，这个我说叫他喝 XO，等你们回去了，眼的咳嗽很严重了，不要太多哦，不要一瓶把它摘下去哦，晚上一点就好，晚上一小杯就好，很有效，因为我也卜过卦，真的有效吗？我卜卦了嘛，啊卦卜了，哎，这没有错哦，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喝 XO，好，再来，咳嗽了。药吃多了，肺部会变成僵化，药呢会把它卡住了。这要让这个药性从背后肩胛两头的，啪，叫它深呼吸。好，病者咳嗽，进了气，好，憋住了，后面砰哈，砰。打几下，你就开了咯，好开了嘞，好，你再吃药下去，很快就好，很快就有效，就是这样。不然呢，自己深呼吸打，一次打五下，深呼吸憋气，一二三四五。吐到空空，再深呼吸，三四五，你大力打一下没有关系，绝对不会受伤，自己打不会伤害的啦，没中枪啦，打一打头会晕哦，你这眼睛闭下来，你不要再继续打，不然你会昏倒，然后你再静下来，啊，打5次。啊，五下，然后喝着温开水，然后你再吃咳嗽药，很好，很有效。等一下休息了，你后面我帮你打了或是现在这个实验我打给你们看，谁要被我打？来。啊，打这个要有功夫咯，不然，好，来，站着来，来哈，你现在是呼吸都没有，三寸气短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了，深呼吸下来，吐出去。再来，吐出去，再深呼吸，咋盖啊？嘿，搁几盖？好，第七盖，啊，再一次，好了，刚好是猴六，是六是，好，把那个头弹不出来。不是，被打还谢谢。你这样吸看看，我看会吧。那温开水喝一下，淡了轻伤呀。在多年前，我们有一位专门在洗车子的，我车子在那边洗。有一次呢，医生说你没有救了，心里要有准备。哎呦，老婆的孩子哭哦，好了，有什么可以哭？哦，他都气短了，因为打针要心脏的，我说深呼吸来，我打五六下来，第一下开始五次，金木水火土五种则气，最第五下砰砰，那是第六下。是六方圆满六合啊，气就开啊，好呀，缓一个，我有吃药，没有吃药，好了，这是肺部帮助了，所以以后你们碰到你们的信徒，好了，他们咳嗽了，记住，肩胛板中间，尽量会有量，别开，憋住了，砰，开了，
很有效。等一下，下课你们互相打看看。我要传这个华嘞，好，要传这个华嘞。自己练习西瓜，可以打西瓜，泼泼泼，你西瓜外面没有坏，里面烂掉了，功夫就到家。泼泼泼泼泼，好，你要打西瓜，这个是练习内力，不是这样哦，这样没有用哦。这样，啊，这样，这个，砰，啊，砰，啊，像砰，对，你打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按钮，砰，对啊，好，就开了嘛，很简单，啊，连这我们有一位杨医师，他是小儿科，啊，小儿科医师嘛，我说你，我教你止咳。好，这个在医学上的以外，要给他吃，而是小孩子咳嗽来了，你先把他打5次，轻轻的看好了，说的是打几次，回去要嚼后后也行力了后嘞。说这个医哦，咳嗽找这个杨医师很来嘞，好，他这个咳嗽也吃了很有效，他药量减少，说打3下好了啊，没打5下。照着第四，6下，回去叫他妈妈，啊，你回去要吃药以前，好啊，背后打几下，拿着药再给他吃，好，很快就好。哎，这个是要领哎，你不要太大力啊，会把骨头弄断了，啊。轻轻的，啊，深深的哈，啊，轻轻的，嘣嘣，好，好，对，好，好。啊，而且谁还有谁在咳嗽？还有谁？有人来，我试试看来。哦，打了你们才知道怎么被打的情况嘛。啊，这个是易经的预言。好，你在咳嗽呀？好啦，好，你们看来，刚好在这个肩胛的中间，好，在肩胛啊。对对，好了，深呼吸啊，也好了，深呼吸。啊，再来，很痛哦，再一次，再来，3下，4下，5下，好了。膝盖啊，开了没有？弥陀佛，又开了哈，开了开了，以后你们回去啊，很多有咳嗽专打咳嗽的人，专治咳嗽和专打咳嗽的人，开了哈，然后这温开水再喝一下，这就开了。啊，你要打的时候，心里南无阿弥陀佛，啪就开了。啊，等一下你们可以练习嘿。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治病方法啦，奇奇怪怪的治病方法哈，我想到哪里会再告诉你们，都很多是老祖传下来的话。好，那咳嗽了一辈子。打了几次就好，还有撞墙，哎，有跟你们讲吗？没有哈，下课了再教你们撞墙。不然现在这一届都在教一些的，好了，阿英啊，我在这边撞给你们看。背撞墙不是头撞墙哎，好了来了，好了，啊，我这个撞哈，这个撞给你们看哈。啊，哎，你们看不到了，可以转过来看。好的，你们哈，差不多出来。好，这样，深呼吸，啊，还是可以上来嘛？哎，有看不到哈，深呼吸。好，撞下吐出去。
撞了五次到十次左右，然后，嗨，你不能这样撞吗？这样撞哈，你这撞你会肩胛会撞到这个，你把这个在前面来，手住，手一抱圆，抱着丹田，这样来，右手在内，左手在外。刚好这里碰到这个柱子，是吧？这里碰到柱子，等于代替我打的一样的道理，是不是？很健康，血液循环，是吧？这也是一个妙法啊！自己没有办法打后面，自己撞墙。如果手会酸麻的人，你撞一撞，过几天。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，手会酸麻，你还是这么撞，这是一个道理，因为我们脊椎这一个地方呢，通往心脏，那么我们有这个膏肓病，有一种叫做膏肓，膏肓在这里，病入膏肓无药医嘛，你们这怎么针？往高一点哈，那是高肓哎，你这样撞，高肓病很快就好，高肓啊，高肓病的人撞墙，背后撞墙，这个高肓病也会好，因为高肓的病它是螺旋撞进去的，螺旋撞的这里一直往心脏来，所以高肓病这个你要除非用针灸。不然呢，你一般的吃药吃不下，病入膏肓无药医。那么用撞墙很快就好了，来找谁？这都是要领那膏肓病有的心脏痛，各位啊，你碰到说心脏痛，那是膏肓病，从后面痛转到心脏来，那么你一心脏药拼命吃，我告诉你没有效，你就从直接膏肓好了，前面就不会痛了。黄医师，你们的医法是怎么样呢？你的心脏讲痛啊，前面定时的痛。我们这一位布施，我们的专的全部布施那叫做林经理，他也在洛杉矶，要我去我都没有时间去。他呢有一次。心脏痛，一天早上九点痛，下午三点痛，前后退后不超过五分钟，一痛呢，人的几乎要死掉，全省医生都找透透了，我们没有效啊，老子要打电话给，林老板们上来，所以你有生病说对，一痛半个小时。钻到地狱也没有办法，头痛哦，这里痛哦，整个都冒冷汗。后来我就从膏肓用加持拔出来，然后呀，就是好了。我叫你要撞墙，有空就撞墙。到现在又是十几年没有再复发，有空就撞墙。有膏肓的人，膏肓病人，就算撞墙没有效，好了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来讲解冲煞。冲煞有时候在医学上要医，也是很无奈。冲煞是不好医。冲煞有两座煞，从这个眼睛以上的是水天，是冲阴煞。头上是冲阴煞，这边是。黑黑的，轻轻的是冲阴煞。那么阴煞你冲在哪一个地方？我们上八卦额冕这里点，白毫婉转五虚米这一点，上八卦的天心，就上八卦的天心，上八卦的天心是这一点，
这一点开始。你来分两，然后分八卦八宫，这边是南方，好，这边是北方，这边是西南，这边东南，这边是东西，这是西别，这是乾宫，好，这是艮宫。若是你在这印堂这里暗暗的，这在南方，冲南方的阴煞，冲南方。这边你看，这边额头这里，好，印堂花黑花青的，就是西南方，西南方冲到西南方的阴煞。好，这边呢，你这右边呢，好，右边呢是东南方的阴煞，东南方的阴煞。啊，你冲到这边额头这边，小孩子青青绿绿的，青青绿绿的，就是在东方的阴煞。这边呢，啊，这个在西边的阴阴的西边，啊，太阳西下的阴煞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眼睛这个地方来的阴阴的绿绿的啊，紫色的啊，浅浅的，那个是西北方的阴煞。啊，这边来的就是东北方，东北方的阴煞。然后这一点下来，眉间，眉间的北方的阴煞，冲北方的阴煞。那么在里面呢，在这个中央呢，是哪里阴煞呢？家里面的阴煞。家里面阴煞是什么阴煞？有时候我们家里有外灵进来啦，或是家里的不小心把祖先祖位把它移动了啦，好，那都会有，还是在家里吓到了啦，自己看自己家里的影子吓到了啦，那么是这里的阴煞，在这里阴煞。那么地的阴煞也是一样，地的阴煞就是动土煞，动土。我们常常看到小朋友抱来这个绿绿的青青，青青呢就表示啊，这个囡仔有挡土煞，动土煞。昨天在大环寺，好，我们一位信徒抱着孙子来，哇，这个孙子，你这个孙子家里搬东西都会出问题。他对呀、啊。搬一个沙发椅，这个孙子也暗时睡不着觉。你搬个厨具也是一样，他的是俗话叫背脊轻。那么家里很容易啊动土煞了啦，怎么办？当你要动的时候，第二次洗米水要洒净，第二次洗米水洒净了以后，你再来动，不然的话，啊，这个很麻烦。常常找人，这个要吃药。第二次洗米水，你搬好了，最好洗米水再撒一次。尤其小孩子的房间，你要先撒，因为小孩子呢，他还小。小孩子小的时候，他的守护神、护法神，啊，都在，还有他本身的胎神的护法神，都在家里。在家里呢，一不小心一动了。牵一发动全身就来了，安尼娘，那么你撒净了就没有事了。好，好了，我们再来看这里。如果动土煞，你在这边也是南边，鼻子这里花青了，也是在南边发生。而在北边下巴这里，下巴这里呢，也是在你住家的北方，啊，有动土，在这边。也是乾宫在西北方，西北方，啊，在这边，嘴角这边啊，轻轻的，那西边的动土煞，啊，这边是西南方，好，那这里啊，这里轻轻的西南方，若是有小孩子，有那个做胎记，在这边黑黑的。啊，这一定是怀孕的时候，你住家的西边，
不是大兴土木，这什么呀？啊，一定会有各种的，好会动的，或是不小心去把它动土了，那这边来了，你就会有一种，做胎记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身体上，你们回去了，看到很多小孩子来，哇，哪里有问题？啊，就清楚啊，这里是东南，这边是东方，这是东北。啊，嘴的中央就是住家里面，嘴就先写，出来的动土，啊，嘴以外那是周围环境外围住家外的这点中心，戊己中宫家里面，而其他的都是屋外的煞，而这里也一样，这里前些的你们自己看。还有前些年，就是住家里面的，啊，这边屋外的煞，这官气，这是冲煞官气法。啊？嘿，啊，手上的胎记哈，它是有的是先天带的啦。啊，先天带的，像我们云慈法师他那个小朋友，那个黑胎记嘛，他喜欢打台拳呐、啊，他爸爸喜欢打台拳呐、啊，啊，那时候要生的时候，心里说告诉老祖啊，我这小孩子帮我做记号，好、啊，不然恐怕会被带走，啊，生出来做记号就做这里呀、啊，那个小朋友这里一块黑黑的，好、啊，这个就是这个记号嘛，胎记。啊，那有的是屋子有动土了，动到动土煞，就会有胎记。哦，说我们那个油漆的，油漆一半的出来，小孩子一面黑一面白，那是动到胎气。好，所以这个小孩子呢，那么这个怎么修经？怎么收经？哦，那收经的方法呢？我们可以念咒，也可以念咒。啊，那这个香你们还香回去了没有？轻轻的还香，点了，你用手，你们用两只手就可以感修家。啊，你又开始，比如这边哈，家掉啊，啊，你可以一直给他说，前对离正顺坎乾坤可以练八卦咒，一直前对离正顺坎坤，整个身上啊，我这个静下来，全部就可以练前对离正顺坎乾坤，前对离正顺坎乾坤。但是要念以前，心里要默念，请老祖驾临，弟子身口意供养，啊，这个拜请，啊，王禅老祖师尊驾临，弟子身口意供养，今日某某事，请你加持，啊，护佑，啊，他能健康，啊，平安，你心里祷告，然后啊，檀香呢，你自己喜欢的，当然。你那个檀香就可以了啦，你要熏一下子，有那香味，好，你把它，请过路人，那就好了。因为附在身上的灵界门，他们闻到香味，他就会离开。那么自己的守护神门闻到香味，就会觉会醒，很有效。啊，昨天我们另外一个法师呢。好，他也是帮人家处理一件事情，结果呢，好跑到身上来了，看怎么办，俩公哦，就赶快俩公哦。好，他晓得啊，对我说，前对离子顺感根，赶快檀香呢，这人前对离子顺感根，一直练一直练。哦，过了几分钟，哦，这气出来了，好了，我们怎么样做？这八卦的字啊，八字呢，八卦神咒呢，很练。八卦神咒会将人的，好，俗话叫灵体呀、啊，重新整流和加持灵光，啊，这是一种方便的法门，或是你念很多经也可以，那么念这短短的咒，Om Mani Padme Hum 也可以，啊，白衣神咒也可以，啊，一切法在于当下悟道的运用之中，阿弥陀佛。